你是必须感受，但这么远的距离你看不到。我如果是女生的话，我没有乐，我的乐是感受向旁边张开，不是向前面推出去。最常看到女孩子就是把前面这样，然后你的腰也酸了，脖子也不舒服。那如何去感受到女孩子的身体的结构，尤其在肋骨，因为这个骨头很重要，它是跟男孩子接触的 high point。 的肋骨跟女孩跟男孩子的肋骨的最后一节，你无跳无跳，你必须一直跟男孩子轻微的接触。那这个动作呢，你必须不是往前推，是感觉往旁边。你的吸气的时候，当你我们现在放松，对不对？当你深呼吸的时候，你要感觉到你的肋骨是向外扩张开的，你必须感受到的是向外，而不是向前。这样懂吗？女孩子每天每天起床都这样，哦，对。每次只要我一定很多人同情。当你伸懒腰，想伸伸的时候，突然就拉到自己，因为我是感受他呼吸向旁边，不是呼吸向前。看得懂？我很想一个一个去帮你调，但调完我应该到九点了。你理解？我要去感受这个旁边。是向旁的呼吸，不要向前面推出，可以哦。好，第一。